有真正说你在台湾服务的吗？就是慢慢的学习，然后老师请假也支援，什么都可以做，不是万能的，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慢慢的学习，然后一起过的每天都很快乐，不知不觉就这么多年了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。为什么要讲？可是今天拿到这张心情怎么样？因为我看你快要哭了。对，因为还不知道什么都不会啊，还要当中华民国的人，还要学习。对，好的。我们来的跑过来。哎呀，稍等，一边走。